梦网联赛继续火热进行，12月9日晚上，新时代电视台把摄像机拉到了比赛现场，电视台记者采访了各队队长以及到场观战的热心球迷。Jean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梦网联赛一定会越来越好，也会越来越引起社会和媒体更大的关注。他希望大家能够开心地度过这个冬天。随后，新时代电视台还对比赛进行了录像。梦网联赛发展到今天，感谢全体队员的努力，也感谢长期以来各个赞助商对球队的支持，创造了目前和谐热闹的多伦多华人足球社区。